参见杨素大人，天下正乱，英雄竞相崛起。您身为王室的重臣，必须把网罗豪杰放在心上，不应如此傲慢的接见宾客。李靖先行告退。走的那个刺四排行第几？住在哪里？谁？我是杨素家子龙湖的女子。请进。我侍奉杨素这么多年了，看的人也多了，没有比得上你的。兔氏女罗不能独自生长，愿意托生于乔木之上，所以就来追随你。杨司空在京师的权势很重，他不过是垂死之人，不值得你害怕。众女只知道他成不了事，走的人多了，他也不会有智慧的行动。考虑已经很周详了，就别再疑虑了。姓张，我也姓张哎，我应该是妹妹。你排行第几？第三，那你呢？最大。今有幸认识一妹。你呢？快来拜见三哥。李靖的样子是平氏，是怎么得到这样子的美妇人的？我虽贫困，也是有心的人。兄长问就不瞒你说，你将要去哪？将到太原躲避。我看你的样子跟红拂女不配，有酒吗？客店的西边就是酒肆，我去取酒过来。我这里有一些下酒菜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吃？不敢当。走。这是天下的负心汉，我恨了他十年了。如今被我抓到，我的恨就消除了。看李兰的仪表气度，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你有听说过太原有个不寻常的人吗？曾经认识一个人，我认为他是真命天子，其余的人不过可做将帅罢了。应该就是他了，我也必须见见他。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呢？我的朋友刘文静和他亲近，凭借刘文静应该可以见他一面。但是你为什么要见他呢？记得人说太原有奇异的气象，要我寻访这王气。你明日出发，何时能到达太原？大概某日。到达的第二天，天刚亮的时候，在汾阳桥等我。豪侠之事不会骗人，本来就不要畏惧。
善面相的人想见李世民，请你迎他来。是真命天子。我是李靖，然后这位是道士，然后这位是裘然客，然后我们要来跟那个李世民下棋。别处可以，别放在心上了。计算你的行程，大概某日会到达。到达第二天，你与一妹前往某个山谷里的小屋中。我想让我的妻子出来拜见，顺便谈谈未来的走向，不要推辞。像约定好一样不期而至，就像虎啸风声龙吟云中一样，本来就不是偶然的。东南方千里之外，如果有不寻常的事情，就是我得以成事的时候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向东南方撒酒恭贺我，谢谢。李靖拥有了这个宅子，就成了富豪之家，得以用资财资助李世民创业，于是平定天下。这就知道真命天子的出现不是英雄所能希望的，何况那些不是英雄的人呢？作为别人的臣子而荒谬的妄想作乱的人，就是螳臂挡车罢了。我皇家垂服于万世，哪里是虚假的？有人说魏国公李靖的兵法半数是裘兰克所传授的，